一复一日的生活，有几多人已经开始感到麻木？繁华的都市，大家努力工作只为了生存，而不是为了生活。有些人随波逐流，被迫放弃了自己的理想。在无法控制的环境，成功与否随之与你自己的心态。成功并不代表一切，失败亦不代表末日，最重要是继续前进的信念和勇气。在 IPG 这里，你不需要去梦，只需要敢敢去想。一年有365天，你问自己你可以奋斗多少天？ IPG 是我们的舞台，也是你的未来。 IPG is a place that we learn and we grow. To be success, you need to change your mind and it will change your life. 认清自己，设定目标，没有人可以决定你人生，除了你自己。今天你可以付出几多，他人你一定可以得到你要的回报。拿望远镜看别人，拿放大镜看自己，把眼光放远一点， IPG 绝对可以完成你的理想。不怕想不到，就怕做不到，只要敢想敢做，一切都有可能，奇迹是创造出来的。一个人如果你不逼你自己，永远都不知道你自己多优秀。你不去到尽，你怎知道你行得多远。我曾经迷失了方向，但是现在我在 IPG， 我行紧我的人生的星光大道。不要去想无常，你要去做无常。 IPG 可以帮你实现你的无常。不要埋怨你的上一代，想想怎样改变你的下一代。成功不是必然的，它一定有必经之路，只要你坚持，距离你不会太远。父母给的就是叫背景，你自己打的就是叫江山。我们带着目标出去，带着结果回来。成功不是因为快，是因为有方法。人可以做到任何事，只要你认真去做，没事是做不到的。人生没有如果，只有后果和结果。少问别人为什么，多问自己凭什么。我除了可以进得厨房出得厅堂，我还可以在事业上有一番作为。女人别小看你自己。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，勇于开始先可以成功。我们没办法预测未来，最好方法就是创造未来。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过程，只要目标明确就会达到了。或者距离成功还有一段路，但是由 IPG 团队陪你完成这个旅途。